동어입니다. 날씨가 쌀쌀하니까 외투를 입도록 하세요. 다음에는 소화가 안 될 때는 차가운 음식을 먹지 않도록 하세요. 第一个我们说，哎，天气有点凉，哎，穿个什么外套吧，哎，或者是把什么外套穿上吧。哎，下一个说消化不好的时候，不要吃什么凉的东西，哎，不要吃冷的东西，不要吃凉的东西。 那么这是这样的一句话。那么下一个说，이 일은 내일까지 마무리하도록 하겠습니다。那么这件事 마무리하다和刚刚我们说的把它气的啊一样的意思，什么呀？完成结束。那么이 일은 내일까지这件事情啊，到明天为止啊，明天之前怎么样？哎，我会怎么样做完的。那么这里边一定是表示你的什么意志哈，意志，这你先说出了你的意志。那么从요한 일이니까 문제가 문제가 생기다 刚刚 讲的什么哎出现问题那么这里边应该是啊重要한일이니까문제가哎생기지哦我们不要想让它什么出现问题是吧생기지않도록하세요네重要한일이니까문제가생기지않도록하세요哎因为什么呀重要的事情所以怎么样哎你不要怎么样出现问题다음에说 요즘 잠이 잘 안 와요 요즘 잠이 잘 안 와요. 最近 怎么样? 아이, 睡不着觉. 그럼 잠이 안 오면 자기 전에. 那如果你什么, 睡不着的, 잠 자기 전에 따뜻한 물로. 따뜻한 물 什么? 温水, 热水. 那么通常都是什么?热水。那我们说, 如果你睡不着觉的话, 你什么? 冲个热水澡的话, 可能什么? 有助于你的 睡眠. 所以这个应该怎么样? 잠이 안 오기 전에, 잠 자기 전에 따뜻한 물로. 네, 샤워. 하도록 하세요. 네, 하도록 하세요. 네, 저, 네, 잠이 안 오면 잠자기 전에 따뜻한 물로 샤워하도록 하세요. 네, 我们看一下解释。第一个, 네, 说很重要的是不要怎么样出现问题. 네, 중요한 일이니까 문제가 생기지 않도록 하세요. 다음에 下一个. 睡不着的话睡前冲个什么呀热水澡잠이안오면잠자기전에따뜻한물로샤워하도록하세요샤워하도록하세요자다음에는说一人一都실수하면안되죠죄송합니다다시일은那么很抱歉那我怎么样다시일은什么得실수를해요안해요应该是안하죠안하지않도 가겠습니다. 네. 네. 실수를 하지 않도록 하겠습니다. 저我怎么样我再也不会什么出现这样的失误了那么 다음에 저이 분야에 대해서 전문가 뭐 많을까요? 걱정하지 마세요. 전문가, 我们说是什么？哎，专家。说이 분야에 대해서, 关于这个什么领域분야，哎，那 전문가 한 분을 모시다什么呀？哎，我把他请来，邀请来。对，한 분을 应该什么? 모시도록 하겠습니다. 这也是什么可能像你的什么领导或者像老师说什么放心吧我会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人什么把这样的一位专家给你什么请来的모시도록하겠습니다네我们看一下解释第一个我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什么失误了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那실수를 다시는 이런 실수를 하지 않도록 하겠습니다. 네, 다음에는 나我会请来一位这方面的专家对이분야에분야领域方面이분야에 대해서 전문가 한 분을 모시도록 하겠습니다. 哎我会再请来哎一位这方面的专家的对好那我们看一下练习题六说 물을 마시 많이 마시도록 하세요. 물이 많이 마시도록 하세요. 什么意思呢?네 맞아요. 多什么喝点水哎多喝点水 다음에 다시는 늦지 않도록 하겠습니다. 哎 다시는 늦지 않도록 하겠습니다. 哎我怎么样我再也怎么样哎不迟到了啊我再也什么不迟到了那么这可能什么他经常迟到那么老师怎么样说了他或者是什么公司领导说了他那么这个时候他会说什么네 죄송합니다. 다시는 늦지 않도록 하겠습니다. 哎我再也哎不会迟到了哎我不会什么再迟到了哎不会再迟到了哎
你看一下下一个例句，说今天怎么样？早点下班吧。哎，今天早点下班吧。那么什么，公司领导哎，今天怎么样？心情很好。嗯，今天怎么样？今天大家哎也都辛苦了哎，早点今天就什么？早点下班吧。那么应该怎么样？ 오늘 什么 일찍 哎什么呀？ 下班呢 퇴근하도록 하겠습니다. 下班 무슨 뭐 퇴근하다. 퇴근하다 下班. 哎，早点什么？下班推跟他多罗卡给送你的。说我要和在座的各位聊几句啊。那么在座的各位，什么여기什么给大신안다계시不能什么呀？聊几句，几句能몇마디몇마디마하게씁니다그렇죠？我们看一下，对，第一个，네오늘은일찍퇴근하도록하세요。哦，今天怎么样？早点下班吧啊。大家都辛苦了。那다음에는저여기앉아계신여러분과몇마디나눠보도록하겠습니다或者몇마디네하도록하겠습니다哎，和大家哎什么呀？说几句话哎，和大家说几句话，或者和大家聊几句话。네네오늘오늘은일찍퇴근하도록하겠습니가세요今天早点下班吧。여기앉아계신여러분과몇마디나눠보도록하겠습니다哎，在这里和大家。哎，聊几句，哎，聊几句，对。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哎，大家看到的中文例句，那么说为了健康一定要什么呀？吃早餐，健康而久，건강哈，건강。那为了呢，什么？哎，기유하여，或者是리그을유하여，那么一定要吃早餐，早餐而久，哎，아침，嗯，아침。那我们说为了健康一定要吃早餐，哎，건강을什么유하여。对什么？아침을꼭什么먹도록하세요。那应该是对건강을위해서아침밥을꼭먹도록하세요。哎，什么？为了健康，一定要什么吃早餐？对。그다음에는说我一定会努力学习韩国语的。嗯，韩国语알죠？嗯，韩国语。那韩国语是什么？공부하다或배우다。那么努力呢？应该讲열심히哈，열심히。那么说。나는什么呀한국어를什么꼭什么열심히에하도록하겠습니다네看一下네저는꼭한국어를열심히하도록하겠습니다네相信大家应该什么在学了这句话啊什么大动力以后什么对自己的老师或者对自己的妈妈说妈妈爸爸放心老师放心我怎么样저는꼭한국어를열심히네什么하도록하겠습니다열심히공부하도록하겠습니다에我一定会努力学习韩国语的，哎，韩国语。那么，도로카다，哎，这就是我们这节课学习的内容。那这里边有一个도로카다呢，以前我们讲过哈这样的一个用法。那么大家简单看一下，让使教。那么这个时候，它和我们的，哎，给以前学过的给，哎，这个用法，哎，很相近。那我们这里边简单复习一下就可以。那김철수로하여금오후회의에참석하도록하십시오，哎。那么학생들이어휘량을높이도록해야돼요嗯，这里边，那么出现도록하다是吧？叫金哲书什么？参加下午的会议，오후회의에참석하도록하시오。哎，그다음에는让学生增加词汇量，학생들이어휘량을높이도록什么해야돼요？哎，让学生哎增加词汇量。那么这个和我们以前讲的 K， 哎，是啊。很相似的，那么大家哎回去再简单的复习一下，哎，相信大家会对“도로카다”哎这样这个语法有了更深的这样的一个印象，哎，了解对。好，那么这节课哎中级语法的我们说“도로카다”哎的用法哎就讲到这里啊，谢谢大家。